叔叔，走，去拍片。啊，你啊，去哪里？去哪里？地下街要不要？好久没去地下街，我们之前都是直播去，我们现在换拍片区了。哎呦，好啊。那我们走吧。噔噔，水族，我们终于吃完饭到地下街了。对，而且我们看到了新的东西，全部都是新的。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是美牙，然后蜡笔小新，还有这个巴斯光年。哎，你不是不喜欢巴斯光年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很帅，就是都是新货。那我就换钱。还有马娘，所以马娘出一段时间。还有这个啊，也是新的，黑子篮球。你有看？哦，然后这个。这是保真马林，这个都旧的啦。仙侠美牙，可是它美牙跟广智是分开的。嗯，它是广智跟小新，然后美牙跟两个各夹一个。有这样怎么样？好啊，你也要夹得出来。这个有什么问题？你看是不是差一点？并没有。我讲那边这边挡得不好，这个挡得不好，这个要把它弄掉，因为它斜坡，永远往那边斜，好吧？认真的，先把它弄走，因为这是一个大斜坡。好，真的弄走，彻底。这个应该没有人再夹一只，一夹都要夹一只，感觉就要夹一对。对啊。在旁边呢，完了，自己加油。哎呦，我真觉得那一只一定要夹哎，那只不夹太卡了，那个正腔位直接被卡住。挡到开奖，干，坏掉，完了，而且他还偷偷把我枪给打掉，被你玩坏了，完了，哎，他都不放啊，他放掉就不会坏掉，坏了，但是他过大概几分钟会自己放掉一次，我们不要再打，先打八十公里。巴斯应该比较好出吧，那么长。这个是什么电影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最新电影版。那么长应该很好吃，应该。差一点点。我会。呼呼呼！这危险哦，对不？果然还是要挡，真的要挡，来不及，来不及。我们捏一点点下面的角落，干没了。哎呀，对，又差一点点。长的比较好出，下一只。这么好夹，哎，长的真的比较好吃，你要不要再夹一点？出两个，不要了，不要，不夹，因为它都同一种啊。哇，这么好夹。这个，那我刚投资了300块啊，一定要出了。关键双枪位有没有看到？双枪位。啊，这样夹。再来一点。如果它跟巴斯一样长，应该会出。没有啊，这过挡它没有过挡板，所以跟巴斯一样长更过不了。有点犹豫，我还先卡前面那个。把它铺好一点，再一次来拼。差不多就好，真的假的？
圈子里面。笑。我刚刚听到声音，觉得很爽。还有他经过，他转过来看。嗯。我们先把这拼出来。我想过去拍照。真的哦，先看这个好不好看？被吸引住了，看你整个被吸引住了。废话，是他们的荷尔蒙在强。废话。哈哈哈哈哈。拍一段，看到别的 YouTube 经过，看到别人，对，被认知。不行，我一组啦。好不容易经过。好了，我先一组好不好？我真的，我要一组，请等我。自己拖动。还是我夹后面这个。哎，这玩意是。后面那个就很夹到，那我再夹这只啊，一样一组的。还有，叮叮，啊，太好了。这个夹完就跟你去拍照，好不好？你也要看他们才还在。我刚听到声音我就觉得很恶心，我们两个应该不会那么巧吧？然后只是有人声音一样低而已，就是经过被干粉的，没办法的，吓死我了。完了！你是故意不拍照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第一次压力大不是因为假肉出来，是有一个人在后面一直攻击，一直给我无形的压力。哇！哎、欸，谁知道你能不能去拍照就取决于这个了。对啊，我觉得搞不好只是路过。搞不好在那边聊天呢，对不对？运气也这么好。你有看到他出来吗？看不到啊，柱子挡在那边啊。哦。我夹门满。被嫌呢。再加10块钱。哦，有哎，耶哦耶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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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波 OK。好，那给你自由活动。你们看到很贼，张白。这什么白法？这个会出吗？我就花个10块给他吃吃看。好贼，好贼哦。我们上当了，哎，好爽。哎，时间到了。哎，还在哎。我想用。推的把它推出来，但是它只有5秒。已经把它推下去了，这还能这样？哪叫推出来？你们看到？我们把它转正，然后给它致命的一击。哎呀，差一点！没关系，我也比较喜欢米豆子。它很紧。它也蛮奇怪，丢的也奇怪。对啊。不要。不要。不要。哎，这个螺，我只能说有机会。真的吗？反正这个我不会。没别句话。哎呦，甩不太动。不给甩。哎呦，好快！它的下去突然很快。对啊。哇！你们看到，走过来，刚刚拉到他。接下来就是轻轻的顶一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看不是吗？它其实有点斜，一点点。哇！我跟你说吧，这台轻轻松松。我跟你说，他就是要吓到。我已经看出这台的本质了，还是要放掉？放掉。好。
就带一只裸种，顺手捡到。现在目前这一袋5只哦。没有捡到，还多花60。我们再去看看地下街还有什么台可以玩。后面好像还有很多。放多了。可以慢慢走。可是好像可以捡。感觉这个堵起来就输了。把后面拿过来堵。行吧，然后再加前面这个。太可惜了吧。这台我觉得不难，但是怎么会被他搞到？运气不好，不能什么事都怪运气啊。被丢了，算了吧，算了。106，这也是台很神奇的台，没有当兵。不是小，虽然说这应该是锁现场吧。它旁边应该让你夹不到，我感觉。夹在看旁边那个。大家看一下。果然夹不到。但只能夹二楼那一个。啊，这个骗人的。它这位置刚好也碰不太到，所以这个位置只能这样子。就骗人。就是没有，它这个被人家夹去吧，我感觉。刚好碰不到。要夹这个了。只能加方便这个，比较高的。怎么样？走过来这样子。硬要破解人家。要硬要。破解。哇，直接打。算了。看一下。哎，千空啊，千空！你有新的雷姆？我不要雷姆，我要千空。看你不要雷姆，好悲啊！心慌哎。不是这个，这种的我就不太会夹哦，这种的就不太会夹。然后10块千空。没有。千空。你看，最近去这一只。哇！然后现在在夹它的尾巴、屁股那边。还在，那直接在拼了。哎，我觉得这次可以输哎。我换他鞋子。靠背。干，刚好没过。刚好没过。衰耶，应该不会坏吧？有，很高哦。夹出来开始亏了，这一台你要放的比较多。我最后10块，我最后10块，最后10块，赞呐！我最后10块没了，出货加一，没出加了。Yes。耶！夹这一盒才100块，报价2900。2900，看，我觉得超高哎。看，还好我先夹出来。我没有夹到。我跟你讲，是因为它斜坡挡得好。我们今天花了多少钱？2250。2256了。各位觉得是亏还是赚的呢？我是觉得 OK 了，差不多。我觉得平啦。差不多。我觉得平。我觉得能在地下街打出这种成绩，我觉得可以。我也觉得。好了，那平的话就送一只吧，送这一只80公里。好啊，应该送。不多的了。自己在下面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。如果有兴趣来地下街玩的话，可以参考刚刚我讲的那些，但是它随时都会有改台的风险，所以你们自己要注意。那如果你们，想要抽一番掌或买盒玩，如果地下街你不放心的话，可以到我们富士玩，在中壢區中山路310号。先臭人家，还增加尸体往上爬。我没有说什么，我说如果你不放心呢、啊？你不放心啊，臭一些。哎、啊，我们这边绝对安心。哎呦，这样可以吧？可以。就这样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